你还跟哥可以吗？我说肯定可以，肯定可以。哎呀，到这块儿得猜的，下载有点想吧。像720年的话，爆马的话，像今年跟个铁石头几座人家都要的是比较高。对。是爆马不？是爆马不？跳过三姐吗？再具体的话，还不太接着的，因为我呢。我想他干要是万宝的话，应该撒进，女方应该是了。啊、哎呀，房子车呢？房子车的话，哟，这就眼看着男方的这家庭情况了嘛。这除了在十八万包，像这个房子车是怎么来撒？房子车当然是男方了。现在你要求高了嘛，得要一动不动嘛，一动就是。吃了，不动呢就是放嘛，咱这村的房子都不行，就得要厂的。现在要求这么高了吗？要求比较高。石老婆真的是，哎呦，困扰着这很多这适龄青年呀，适龄这男青年，对吗？因为毕竟有钱的只是少数，相对来说，早侄们的话，父母吧，就是在农村这父母祖辈这在。靠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，他辛辛苦苦一年，家里在家是家里吃饭，开销这两个，他其实也所剩的钱没有多少了，一年能存个一两万，就算了不起了。谁家老婆，对，谁家都对吗？然后你说，我已经到了适龄年纪了。你这光叫彩礼这一关就要十八万得，啊！你说这结婚就是在当下，最难的一件事儿，真的是结婚，我听说是比射天还难的嘛。确实。